慢点啊。走喽。哇，大家都小心一点啊。钟浩呢？他方便去了，教授。这前列腺也太不能打了吧！注意一下措辞啊，学妹在呢。那我们在这儿等他一下，边说边等。好。好。在整个滇东北地区啊，重梅植物的繁衍是以蜜蜂科最有价值的，包括黑足雄蜂、红光雄蜂，还有西马牌蜂，还有我们刚才看见的长木蜂。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呀，就是红光雄蜂的蜂巢，非常的巨大，很雄伟吧？走，我们去看看。宋教授，小心啊！我们不去骚扰他们，他们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类的。在整个山地植物的传粉过程当中，这些昆虫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当然了，蝶类的昆虫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虫媒类植物的繁衍生息。我去看看。哎，宋教授，你带他们往那边跑，往那边跑，你小心啊，教授。救命啊！救命啊！
李国姐，你没进去啊？眼泪快哭干了，出来透透气。李国姐，我们准备回国几天？明天的飞机。 明天，临时决定的吗？大德的一个农药专利下来了，跟国内的一家跨国的农药公司的合作也谈成了，要回去开新闻发布会。这是好事儿啊！祝贺你和唐教授，你们那么重视，一定是个大项目吧？ 算吧，投资很大。恭喜恭喜，我就说你和唐教授是郎才女貌。唐教授好棒啊！国杰，你怎么看起来好像并不高兴？是。 是因为小雨师兄吧？按理说我应该高兴，这个项目是宋教授的遗愿，也有小雨的心血在里面。大德坚持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告成了。但小雨来泰国。 反倒因为这个项目彻底离开了大德，宁愿去考一个什么全新的、毫无个人基础的方向。而且我看得出来，他因此很不开心。我就在想，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为什么小雨会有这么重的心结？我一直很想找到聊聊，但现在没机会。他就那么不开心的走了，还居然是…… 在异国他乡走的，小雨曾经是我的师弟，后来又成为了我的学生。我们一起亲密相处了很多年，他突然的意外，让我有一种…… 痛彻心扉的感觉。在我的心中，小雨一直是一个坚强、乐天达观的人。所以我和小雨的父母商量之后，我们不打算搞遗体告别仪式，不搞追悼会。大家坐在一起，虽然还做不到庄子的骨盆儿歌，但是我们可以静下心来。 拿出一点时间来，共同追忆一下曾经和小雨在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让小雨的笑容、小雨的风采、小雨留给我们每一个人最美好的一切，在我们的心里留存更久一点，更久一点。
这个比较重要。怎么样？有什么进展？进行到哪了？我们初步排查了吉拉语的社会关系。吉拉语搬到曼谷以后，尤其是最近两年，几乎进入了静默状态，除了自己的房客，几乎不接触外人。平时深居简出，吃斋念佛，所以在曼谷除了那两位中国人，吉拉语平时接触最多的，也就是送奶工、送报纸工、超市服务员，哦，还有抄水表工、抄煤气表工。所以，我们决定还是把这两位中国人的照片也贴上了。要是万一呢？来曼谷以前，吉拉语他住在哪里啊？他是普吉岛人，在普吉岛读完高中，然后考入了曼谷艺术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清迈、素可泰府两地的艺术学校教美术，然后六年前来到曼谷，一直到现在。那就把之前和他密切接触过的人的照片都贴上。我怎么没想到？包括普吉的、清迈的、素可泰府的，啊？可是，在这几个地方的时候，吉拉语都活得好好的。那又怎么了？万一是之前积怨太深，现在才找到吉拉语呢？不是说吉拉语到曼谷这几年来一直深居简出，吃斋念佛吗？没准就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呢。有道理啊。是啊，你说的也对。要怀疑就全面彻底的怀疑，所有关联人一个都不能落下，明白了吗？明白明白。我不是在开玩笑。看啊，你带一个兄弟把吉拉语待过的地方全部都给我扫一遍，听明白了吗？好。破案没有捷径，要脚踏实地，别耍小聪明，要下笨功夫，都给我记住了，明白了吗？明白，明白了吗？明白，明白。明白。今天金玲，我和李国姐就先陪叔阿姨到酒店了。有什么事儿咱们随时联系啊。叔叔阿姨，你们先回去，晚上我过去看你们。没事，你忙你的，不用管我们。对，那我们先回酒店了。叔叔阿姨，你们要多注意休息。唐教授、果果姐，你们也辛苦了，我明天送你们去机场。好，那咱们明天见。拜拜。哎，对了，有件事情我还没来及跟你说呢，我明天也回国，和他们一起。你也是去参加唐教授的发布会吗？这是一方面，我主要是想帮师兄的父母处理师兄的遗体，还有很多的步骤和环节。再加上唐教授的发布会还有很多准备工作，我怕他忙不过来。嗯，应该的，就是辛苦你了。学校准假了吗？啊，反正还没开课，大不了就迟几天入学嘛。哎，这次发布会上，唐教授和李国姐会为他们给所里捐赠的宋教授的铜像做落成揭幕，我还挺期待的。这么棒？嗯，其实他们两个人啊，早就想这样做了，不过一直没有等到合适的机会。直到去年，唐教授的项目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再加上社会资金的投入，所以他们就决定正式的找雕塑师开始制作。宋教授和唐教授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都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典范，相信你这个学生将来也错不了。我好像抓到一只潜力股了。我也确实从他们那里感受到了很大的力量。咱们去哪儿啊？你准备带我去哪儿啊？你本来打算去哪儿呢？不知道，反正宿舍是回不去了，那个楼已经被警察封起来了，估计还在搜查吧。哦，对，那干脆就住瓦拉里洛那儿吧，给他做饭、教周文，还免房租呢。走。哎，还真去啊？当然是真去啊，他还能吃了你啊？
我先送你去找他，然后再送你去他家。走吧。他是好心帮你，你就当成全成全他吧。而且也就一个晚上的事儿，明天你就回国了。等回来不行再找房子嘛。听我的，上车。嗯，警长，香水的检验结果已经出来了，是一种自制香水，前调、中调、后调分别有洋甘菊、百香果、中国陈皮，还有柠檬。好吧，我已经知道你想要说什么了，招蚂蚁呗。是的，而且有意思的是，我特意去咨询了香水专家，还有昆虫专家，请他们做了成分分析。有一点很奇怪，檀的这种香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像正常香水一样加酒精成分来固定香味，因为通常酒精是可以驱虫的，那么如果没有酒精来固定香味的话，檀的这款香水就不能称之为香水，毕竟从成分上来说它已经是一杯纯纯的果汁了，那对蚂蚁的吸引力可是相当的大。刘小雨提供蚂蚁，景天呢用香水来引诱蚂蚁，那角西呢？角西是怎么出现在吉拉雨房间的？要是他们研究虫子的都弄不到角西，那别的人就更不容易弄到了。也许是谭送香水的时候把角西偷偷放到房间里的。谭景天说吉拉雨根本就没让他进去房间。警长，谭景天他自己当然会这么说了。周围的监控都查了吗？那个地方临近大学区，住房并不多，并且都比较矮，不超过三层楼高。房子所在的整个区域也比较安静，基本上都没有安装监控探头。不过，我们已经全部走访完了附近的邻居，包括通过征集找到的当晚经过的路人，但他们都没有注意到那天晚上是否有陌生人出现。没人看见不代表就没有。对，我并没有否认有外人进入的可能性，我只是说目前看起来是室内的人作案更方便。试想一下，如果是刘小雨和谭景天联手，那就太方便了。蚂蚁，有甜味的香水，再找一个角隙。好了，我始终还是那句话，如果不是景天说出来，你根本不知道蚂蚁和角蜥这些东西，对吗？喂，好，我知道了，让他们进来吧。得，去把景天的照片摘下来。为什么？我让你摘，你就给我摘下来呀。那。行，来了。那地址我发给你们了，找不到的话打电话给我吧。谢谢你收留景天，不然的话他就真的无家可归了。说好的，给我做饭，教我中文。哦，对了，景天明天回国，他那些个人物品。你要回国？不行，你现在是嫌疑人身份，哪都不能去。你还是在怀疑我？没错，你给吉拉雨那瓶香水的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那根本就不是什么香水，而是一瓶纯纯的果汁，招蚂蚁的果汁。果汁？对，因为那里面没有酒精。自制香水的工艺要求并没有那么严格，完全是根据个人的喜好，这应该就是巧合。巧合？那些蚂蚁明明在刘房间的培养皿里待得好好的，如果没有人有意为之，
他们会凑巧成群地跑到楼上？当然，这是有人故意而为之的，要不然怎么叫谋杀呢？而且我已经说过了，吸引蚂蚁的是德克萨斯角蜥，根本不是什么香水。吉拉语的房间里没有外人进入的痕迹，就是说整个房子里就只有你们三个人的痕迹。没有外人进来的痕迹就代表真的没有人进来过吗？不排除有这个可能，但也有就是你的可能。所以作为本案的嫌疑人之一，你哪儿也不能去。而且我现在有权利把你关起来，如果之后证明你是无辜的，我们自然会把你给放。你要干嘛？哎，干嘛？你先听我说，你需要冷静，收起来。来，过来。得，我们来分析分析啊。你觉得这个案子的凶手有几种可能性？我们都写出来。开始吧。A。谭是凶手。B。刘是凶手。C。谭与刘合谋。完了吗？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他们俩都不是凶手。D， 凶手另有其人。写上去。写完了吗？得，你好好听着，我就是相信景天，但是我没那么了解刘小雨，所以房间放在这里。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熟人。生人。熟人。我是觉得有可能啊，你们看一下这个。这所房子的四周相对空旷，街道上也没有装监控，所以说不管是熟人还是陌生人来过这里，只要没被看到，就跟没出现一样。所以我们无法排除没有别人来过吉拉雨家的可能性，对吗？德，可是并没有外人来过的痕迹。当然，来的人可以消除自己的痕迹。当晚景天回来之后，就在房间里戴着耳机睡着了，所以说他肯定是不知道，更没见到有人来过。师兄每晚11点都会服用右左皮克隆，也可能那天没吃。当然，也不排除你说的这个可能性。所以，一，刘小雨的熟人；二，吉拉雨的熟人。三，刘小雨和吉拉雨共同的熟人。好了，那么除了 B， 这才是更需要下功夫的地方。我同意，我和师兄的房间都是不上锁的，晚上睡觉也不会锁起来，所以即便是有外人进去来调动蚂蚁的话，同样也很方便。
只要他进到这所房子里，并且不被我、师兄还有吉拉宇先生发现就可以。是的，考虑到凶手事先经过了精心设计，用马里科帕须蚁和德科萨斯角蜥这神奇的组合来杀人，那他一定是事先知道了刘小雨的房间里有马里科帕须蚁，并且他也知道他有不锁门的习惯。还有，德，你不用瞪我，我没排除是刘小雨做的案，我们现在是在探讨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同时，我们的痕迹兄弟也说了，这个房子的门窗没有外人侵入过的痕迹，所以凶手很有可能是大摇大摆地从正门里进去的，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吉拉宇或是刘小雨他们亲自接待他进去的。凶手在做完案子之后，收拾好自己的痕迹，又大摇大摆地从正门里走了出去。但现在刘小雨跟吉拉宇他们都死了，啥也问不着了。熟人作案？是的，也有可能是熟人指使。我已经派人去排查吉拉与他全部的社会关系，包括之前在外地的。今天你可以想一下刘小雨他身边的社交圈吗？这或者能够给到我们一些线索。师兄他在中国的社交圈我并不了解，但是在这里最熟悉的应该就是我、金陵还有唐教授和李国姐。那唐教授他有可能知道你和刘小雨从来都不锁门吗？这个我倒是没有跟他提过这方面，至于师兄有没有说过我就不清楚了。可问题是，如果你们怀疑是唐教授杀的吉拉宇，那比你们怀疑师兄去杀吉拉宇那就更荒唐了。至少师兄和吉拉宇吵过一架，可唐教授跟吉拉宇之间并没有任何关系。一个国际上非常知名的昆虫学教授为什么要这样费尽心机而且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去杀害一个跟他八竿子打不到的一个普通的泰国人？这没有道理啊。是啊，据景天的了解，唐教授和师兄之间倒是有矛盾，师兄和吉拉宇之间也算是有矛盾，但是唐教授和吉拉宇之间真是完全无法想象有什么矛盾啊。不过我们还是要跟他接触一下。哦，明天他和李国姐和我们一起回国。他们也要回国？嗯，他们的一个科研项目落地了，要在国内开新闻发布会，还要给国内的一位教授的雕像做落成揭幕。那你给我一下他的联系方式好吗？我觉得还是要联系一下。发过去。OK， 我收到了。那你们先回去吧。不过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你们可能要帮我收拾一下。那景天的那些个人物品？他的那些个人物品如果都没什么问题的话，你们都可以拿走了。但是关于刘小雨的东西还在排查当中，可能要你跟他们的父母说一下，到时候排查完了我们也给他们寄过去。嗯，没关系，反正我过几天就回来，回来再寄也一样。好的。卡安，在你带景天先生去取一下他的个人物品吧。好的。嗯，那我就先不送你们了。那我们先走了。拜拜。拜拜。拜拜。我会帮你找到真正的凶手。是帮你自己。谢谢。他为什么要住你家？怎么，你又不是没住过。好了，让他住在我家至少有一个好处嘛，如果我也死了你就可以抓他了。远远啊。 OK， 我把唐大德的号码发给你了，你去查查这个号码当晚是否和吉拉宇或者刘小雨联系过，还有抓紧落实吉拉宇那边的社会关系情况。我来联系这个唐教授，到时咱俩一起去拜访他一下。
你有在听吗？Speak English. Oh, OK. 好，我们就在那个泳池旁边，穿着黑衣服。我们也在泳池这里。哦，看到了。你们好。你好。我是瓦拉里洛。你好。这是德。你好。来，请坐。哎，坐吧。抱歉啊，本来是应该我们去警察局配合你们工作的，但是因为刘的父母状态还不是很稳定，所以不能走得太远，让你们费心了。没事，这今天本来就是我们要麻烦你们，所以我们来找你们是应该的。那 OK， 咱们抓紧时间。对，两位老人还在房间呢。好，那我们直奔主题吧。是。我想请问吉拉雨出事当天晚上你们两位在哪儿？那天晚饭以后天来过我们家，告诉了我们刘的一些状况，我们还挺吃惊的，后来就想着第二天约上天和刘一起吃个午饭，好好聊一聊。还有精灵。对，是我们的朋友。是你们亲自约的吗？不是，让景天约的。OK。不过，当晚我们确实有点担心。唐教授原本还说，要不干脆我们过去看看。但当天唐教授喝了点酒，他俩本来就有点小矛盾，我担心他们会激动，所以就没同意。所以你们就没去？对，没去。到时间我们就睡了。一直都待在一块儿吗？是，我入睡困难，所以每天晚上都只有拉着他的手才能睡着。真羡慕你们，可惜，如果当天晚上你们去的话，有可能不会发生这么悲惨的事情。唐教授和刘小雨之间是什么矛盾？这问题我想请唐教授回答我行吗？没问题啊。其实我和小雨之间不算是有矛盾吧。小雨她比较有个性，年轻人嘛，能够理解吧。是这样的，我和小雨是师兄弟，后来我们的导师去世以后，他就跟着我继续搞研究，后来我把他带到泰国来以后，我们两个人搞了一个新的课题，接下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不跟我干了，他就去搞了一个新的方向。我一直劝他回来，他没有听我的，我还挺不理解的。那天晚上我听天说，我才了解到刘的一些情况，他有
严重的抑郁症的倾向，我还挺自责的，因为毕竟是我把他带到泰国来，而且我在想，是不是之前我们的合作在工作上面我给他太大的压力了，或者是有什么隐情吧。那会是什么样的隐情呢？那这我就不大了解了，年轻人嘛，有他自己的生活圈子，而且自从我和刘在工作上没有合作之后，基本上没有联系，偶尔约顿饭还是我的夫人亲自邀请他，他才会过来。嗯，你们这次回国多久啊？应该不会超过一周吧，这边有课题也离不开人。那今天差不多到这了，我们回去再碰。好，辛苦两位了。买单。哎，这个咖啡别管了，管我们账上就好。谢谢你们，今天谢谢两位的配合，然后我想祝两位回国愉快。谢谢。谢谢。好，不能哈。下次再看。金长，一看唐和吉拉语，就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两个人。这一点我倒是同意谭景天说的。好好一个中国教授，有什么必要去杀一个普通的泰国人？哦，对了，电信局那边的结果确切吗？确切。唐和吉拉语两个人彼此从来都没有联系过，包括座机。而且，唐大德和刘小雨他们两个。也已经很久都没有通过电话了。至于他们俩之间是不是还用中国版微信，我就暂时不知道了。你再落实两个事情：一，看唐大德他们是否订了回程的机票；二，去唐大德他们的学校了解一下他请了多长时间的假，也顺便去了解清楚唐大德的研究课题具体是什么内容。知道了。行了。分头回家吧。嗯，这不邀请你去我家了。等你什么时候看景天完全顺眼了，咱们再一起聚吧。走了。生气了，又生气了。改天单独请你吃日料，啊，好吗？其实刚才咱们应该跟警察实话实说的吧，就说那天晚上我去了实验室了，随便他们查没关系，咱们这样说会被妨碍警察查案的。问题是有人看见吗？还真没有。所以啊，你要是说回实验室了又没人看见，一调查起来明天肯定别想回国了。那边还有这么重要的事儿，发布会和雕像揭幕都有失灵倒在，咱们耽误不起。再说了，传回去说我们被警察调查过也好说不好听了。还是夫人想的周到。等回来以后有必要的话再跟警察解释吧。好，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哇，这么丰盛啊！果然是分局的选美冠军啊。是全曼谷警察系统好吗？而且还是连续三年的哦。确实能打。好香啊，我的决定是正确的。当然啦，所以让你沐浴更衣完再吃是有原因的。来了，主持人来了。哇，这不是冬阴功吗？为什么会有馄饨啊？这个呢，是我为今晚特意准备的中泰合璧荠菜馄饨。尝尝。哎，不好吃你可别打我。他敢。
给他做就不错了。你到现在还没给我做顿饭吗？我这就是拿他先练练手，等我回来之后啊，天天顿顿的给你做。骗人。嗯，好吃，尝尝。真好吃啊。嗯。谢谢你啊，差。谢谢你那么相信天，他现在状态比刚来的时候好很多了。他救了我一次，我救他一次，持平。天在这个世界上，现在就我一个亲人了，不过现在可以加上你了。那天在天台，他跟我说他父母还有他哥哥都去世了。是啊，都没了。怪不得。以后在泰国你就把他交给我吧。当然。他到现在还没给我做过饭呢。哎，男生的醋你也吃，那以后你天天过来吃吧。他现在只要能够专注地做一件事情，无论是做什么，哪怕是给你做饭，我也就放心了。同意。今天晚上这里就交给你们了，我可以出去住。你又来，我们有纪律，要不然为什么让他住到你这儿来啊？你说是他这一天听的音乐什么什么曲子？